四首外国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刚刚摊主们都有听到我们在练习的，是富尼古利富尼古拉，它是一个意大利的名曲哈、哦。那它的意思是登山缆车，就意大利它那个山势陡峻哈、哦，那你要上山去，它会有一些小火车，那小火车爬坡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吃力，所以他们就会唱这首歌来大家互相鼓励哈、哦。就是 Jumbo。他的意思就是加油加油，大家努力往上冲。那有一点点像，很类似哈、哦，我们在长江流域哦，长江流域的船下行的时候，当然是没有问题哈、哦，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悬嘛。可是要回头上游的时候就很难了，这时候就需要拉纤人来帮忙。那拉纤，他就是类似有一点类似那种味道。就是努力的背着那个拉纤夫，努力背着船在岸上，努力的用绳子哈，两边背着船，然后拉着这个船往上走。它其实是非常艰苦的，好，所以这首歌曲哈是一个鼓励的歌曲，充满激昂跟奋发向上的那个意味。那第二首歌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日本的演歌哈，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最近我有好多朋友目前哈，都牺牲自己的工作，牺牲自己的家人，现在在日本在干嘛？傻丁。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一首萨库拉樱花哈，日本的国花。那再接下来是 The Lonely Cover， 是孤独的牧羊人。大家可能都看过《真善美》这部电影，《真善美》这部电影里面哈、哦，那个玛利亚带着他们七个小朋友在练习歌唱，然后开音乐会，他们就会唱这首歌哈、哦，在野外郊游的时候也会唱这首歌，非常好听，很可爱的一首童谣。那接下来会带来第四首是墨西哥的一首民谣哈、哦，它是 La Cala， 它是跳舞的，是一个舞曲。西班牙人是，就是墨西哥曾经被西班牙殖民过，那他们非常擅长这种舞蹈。那这首歌就是一个舞曲，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四首外国的歌曲。
是四首世界各地的非常有名的曲子，大家都耳熟能详，都听过的。那接下来的曲子当然你一定会听到听过了，我们接下来要带来的三首是我们台语歌曲，台语的，而且我们带来的是很老的歌曲，小朋友应该没有听过，那大人应该这些歌曲都会耳熟能详哦。第一首歌带来的是安平追想曲，它是叙述一个荷兰跟台湾的异国恋的一个比较悲情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那第二首带来的是淡水暮色，我们带来两个地方的曲子。淡水暮色是描述淡水河口当年是在台湾早期它是非常非常繁荣的一个商港在淡水河口。那所以淡水河口呢就是人们的依恋生活的地方在不出海捕鱼的在家的妇孺老弱妇孺们就会在淡水河边盼望着渔船归来，那种丰收的喜悦会在淡水暮色里面描述出来。那另外一首是我忘记那个男女主角对唱的男女主角是谁，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雪中红胜永昂，是也是在 KTV 里面被点唱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就是男女对唱的歌是非常受欢迎的。胜永昂，好，带来三首：安平追想曲、淡水暮色、雪中红。岸边追想曲，淡水暮色，雪中红。
Thank you.
尴尬，不知道怎么结束。好，带来最后一首澎湖县的，我觉得它是澎湖县歌了。我不知道，我们做澎湖县民哦，你们知不知道澎湖县歌？澎湖县歌会唱的人应该没有几个。有很古老的澎湖县歌，也有比较现代一点的澎湖县歌，但是都没有非常非常的流行。不过，作为一个澎湖县民，你一定知道这首歌，虽然从此以后我们可能没有外婆了，但是我们还是保有这首《外婆的澎湖湾》，欢迎大家一起来《外婆的澎湖湾》。
来点轻松愉快的项目，把原局市集，我们希望原局市集能够非常圆满成功哈。原局书局每一年办市集都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帮他推一下，我们一定要用音乐进来来支持原局书局，因为有市集的地方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一定要有音乐，一定要有文化带进来，这样的市集才能够可长可久，才能够有文化的生根的力量。我们谢谢原局书局为我们带来这两天的原局市集，我们预祝原局市集圆满成功，谢谢谢谢。